有一天，爱学习的小凯正在勤奋地学习，还不够勤奋，这样有点像偷东西。这个时候，不爱学习的小圆走了进来。王军，他的爪子嘛。小圆同学，课堂上请讲普通话。要不要得？要得。嗯，王俊卡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搞作业喽，听不懂。搞作业。忽然之间，灰太狼窜进了画面。灰太狼对他们说：“这个词儿你们会读吗？”对不起，灰太狼同学。要灰太狼，来先模仿狼的感觉，哦，来一下。OK， 开始。啊，哦，很有狼味儿。他对他们说：“这个词儿你们会读吗？”灰太狼当时是说的英文。啊 ，Can you read this word？ 小圆很害怕。灰太狼问他问题，对小凯说：“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英语 so easy。”怕啊！怕好了。